边听说你们现在很多钱吗？没有了，可以放心，五六道，五六道。我们是葱油饼跟烤肉大餐。啊，主要是葱油饼呢。你们现在要去采买粽子蛋，可以。好的，全部要做完吗？我们可以挑几道，挑几样。三道。来，我们让特别来一下。你怎么让步了？他们来之前，你不是说全部都要做吗？我会太高，真的不行。